哇！啱啱買咗部 Switch 翻嚟，正啊！但我而家咁多部機，電視得兩個 HDMI 頭，點夠插啊？現時嘅電視機啊，其實 HDMI 嘅輸入咧，就只有三至到四個嘅啫。咁你買多兩部 TV Box， 整多兩部遊戲機咧，就已經非常唔夠用噶啦。與其買一個 HDMI 嘅分插器啊，不如入手一部入門級嘅 AV 擴音機，咪仲划算。將屋企咧所有需要用到 HDMI 端子嘅器材咧，都集中接駁到一部擴音機之上。咁一個遙控就已經可以掌控整個家庭影音媒體中心啦。